让我们首先敬礼长城居士、两名和尚、三家正空善知、十六世大宝堂喀喇叭、图登达尔吉善知，敬礼坛城三宝，敬礼护摩祖尊、大日如来、大毗卢遮那罗、师母、各位上师、教授师、法师、讲师、助教、堂主、各位同门，还有在别地方听法的这个网络的同门。另外今天我们的贵宾啊，他没有名单给我，所以我随便念啊，中华民国驻休斯顿大使啊，廖东洲夫人休迪斯主，那刚刚有念到静音雷藏寺连智上师所有的一件事，都是贵宾啊。另外这个一如雷藏寺堂主师父，另外还有很多的这个贵宾，另外最重要的是白云雷藏寺啊，这个莲明上师，这个所有的主席李建士委员，这次就因了到静音雷藏寺 Event 跟这个卡普里白云雷藏寺就做了这两个地方。那么静音雷藏寺主要是十轮金刚的附魔，白云雷藏寺主要是大乐如来金胎两部。我先讲一下这个大乐如来，在密教里面啊，大乐如来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本尊，很重要。那首先呢，他是十三地的佛，有两本经典都是属于大日如来跟毗卢遮那佛，一本就是《大日经》，一本就是《金刚顶经》。那这两本经呢，就分为一个是金刚界，一个是胎藏界。那么它的缘由是龙树菩萨在南印度的铁塔用这个戒指打开铁塔，这个见到了金刚萨埵。金刚萨埵我们称为五佛的法王子，五佛的法王子是金刚萨埵啊，就是属于第六金刚持啊尊者，他掌握了大日如来金胎两部，他交给龙树菩萨，龙树菩萨的传承一直到了这个三个人身上，一个就是金刚智，一个就是善无畏，一位就是不空，他们三个人
到了中土唐朝的时候，开元时间到了中土，就传金刚戒跟太常戒。那么传到贵国老和尚，那时候日本的这个游学生啊，游学生的空海，到了贵国老和尚那里，慧果老和尚把金胎两部交给了空海大师。空海回到日本以后，他就变成金胎两部的这个中土啊密教就没有，就跑到日本去。以后呢，这个日本的空海大师就是所谓一灯盘照，我们就回到了中土跟中国，所以就有流传啊这个《大日经》《金刚顶经》，那么《金刚戒》《开场戒》两部的大法。这两部的大法为什么一个大日如来？譬如真奥佛分成两部呢，一个是指因，一个是指果，还是因果，由因修行到果，由胎场界就代表了因，那么金刚界就代表了果，一个是果，一个是因，其实两边的本尊都是一样的，但是有分别，一个是开始修行的因，一个是得到正果的果。开场戒就是开始修行的因，金刚戒就是修行正果的果，是这样子的。那么跟藏密之间呢，稍微有所不同，但是其实是一样的，因为毕竟也是从印度金刚智善无畏不空三位传到中土，慧果传到这个空海，接着慧果传到日本，日本回到台湾，回到中国，那就有我的师父啊，那个普方上师，他是一灯回流，那么他有这个大日如来金胎两部的修行方法，这是简单跟大家介绍什么叫做金胎两部。金胎两部，其实这个也有九会曼陀罗，还有十八会，还有到了成身会。成身会就是你得到了，从开始修行一直到了成身会，有所谓的九会跟十八会这样子的分别。那么我很高兴啊，到了 Evan 陈静音的教室，也很高兴来到 Calvin 白云的教室。那十轮金刚的护魔跟这个金胎两界的护魔，希望都能够圆满众生的祈求跟愿望。因为这两个话都是非常道理，因为可以讲所谓这个阿些连，我们阿些连就是教授师，那么阿些连本身来讲也就是上师，那么从第一个五方佛就是五位上师，
到了金刚山斗是第六位上师，到了师尊呢是第七位上师，到了所有的上师呢就变成第八位上师，都是代表金刚山斗。所以这是一个传承啊，这是一个传承的这个法，大家要记得。那么它的源头啊，来自于大日本。所以密教啊，有人讲啊，这个显教呢，就是释迦牟尼佛所说的话，因为显而易懂，所以称为显教。那么密教呢，是大日如来所说，啊，金刚界、开场界、大日经、金刚顶经。那么当日如来所说就成为密教，比较深奥难懂，可以成为密教。所以显密其实是一样啊，大家修行啊，这个守戒律也都是一样。来到塔城呢，我就想起出来的时候，这个他的这个四大金刚是门神，现在一看，哎，四大金刚跑到里面了。这是慈国天，这是多闻天，这是增长天，这是广目天，好，这四天王就在跑到里面了。外面的门神呢、啊，听说很不好整理，所以他跑到里面了。啊，这是我的印象。另外有一个印象啊，啊，当年呢、啊，我在尼泊尔喀玛列切寺，我坐船，这活活认证就是要坐船，坐在这个船上啊，哎，不是那个 boat， 是 bed， 坐在船上啊，坐在船上。那坐在床上呢，就拿着一个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表示啊，你要传佛的道，这个尼尼乌拉 ，Grandmaster 圣严度，恭喜恭喜，喀玛列切寺的住持。他的名字我记得很清楚，他叫做卡琛仁波切。啊，卡琛仁波切，卡琛仁波切啊！啊，当时我在讲说法的时候啊，我在这个喀玛列切寺坐船认证活佛，这个西雅图的明一法师啊。我说是塔城仁波切啊坐镇的，他在我旁边。那个塔城仁波切是喀玛列切寺的住持，明一法师就讲：“师尊啊，不要讲塔城的。”我说：“为什么？他就是塔城啊。”他说：“台湾话很不好听啊。”他说：“塔城。”卡城啊，就是卡城，台湾话叫卡城，所以这个印象很深啊。对于卡城白云的展示，也有一个笑话是这样子讲的，还有几个人啊在聊天。聊到门啊，聊到这个门的问题，门啊，哎，这个甲就讲，我家的门啊是木头做的，那叫做木门啊，木门啊，好。然后第二个乙就讲，我家的门啊是那个塑胶做的，好。化学塑胶做的，那就是塑胶门，塑胶门。
那个丙呢、啊、就讲，我家的门是铜做的，铜做的，那就是铜门，铜门。啊，那么丁呢，他说你们讨论妥了，我走。他说那你家的人是什么做的？他走得很远，他回头刚做的。刚做的就变成肛门了。这印象很深刻。这个还好，我们白莲大师不是肛门了，否则就变成了这个卡神肛门进阶大师。不管怎么样，这个卡神都很好记。只是笑话。其实我们修女吧，戒力非常的严，戒力非常的严。曾经有祖师这样讲：你要不戒，如同护眼，那守护戒力如同守护你的眼睛，因为你没有戒力啊，就眼睛就瞎了。所以佛当初的时候啊，这个涅槃弟子问以何为师，佛陀就讲以戒为师，如果不守戒就是叫做破戒身。这个在家居士啊，很多受这个菩萨戒，菩萨戒你不守你就不是菩萨，仍然是世俗顽固。所以这个很麻烦的，所以戒律真的非常重要。那么大家看这个我们生活中啊，有的讲说啊，你们戒律很松弛啊，师父也不讲戒，现在就是要开始讲戒，所以这个戒咒：大智如来必如真那佛，金开两部的部谋，借着十轮金刚的部谋，我要讲这个戒律。好，我们生活中并不是新的宗派，并不是，我们仍然要守五戒十善，出家人要守沙弥戒、比丘戒、菩萨戒，所有的生活中的弟子皈依的时候就要守五戒，那么守菩萨戒，甚至以十四法五十颂、密教十四大戒、密教十六根本部，通通都要讲。还有所有的这个另外的所谓的善戒啊，色善戒，通通都要讲的。我们生活中并不是新的，一样要守戒，并不是说过、哦、你生活中是新的状态，所以你们可以不必守佛教旧的戒律，不可以，一定还是佛教徒一定要守佛教的戒律。那么有位女士的到妇产科医生那里做人工受精的手术，这位女士呢脱了衣服躺在床上，医生
就拉他的啊，把他的这个拉着他，就等于是说由那个医生啊伸出那个咸猪手，广东人广东人讲喊猪手，喊猪手，对不对？行行不行啊？行，你懂咩啊？这个女士啊，就非常惊讶，干什么？你在干什么？这医生讲，这个瓶装的精子已经用完了。现在所以只好用最新鲜的，这是犯法的，犯戒律的。我的意思是讲，我们生活中是新鲜的，但是也是用旧的戒律，一定要守旧的戒律，不能够不如法。一切都是按照这个规矩，要有传承，你才会传这个法，不然呢，你就犯了拖到罪。哎，我今天就讲拖到罪。这个上师呢，没有得这个灌顶，他给人家灌这个法。他是犯了偷盗如来的法的戒，很严格的。密教本身很严格，一个传法灌顶是要招请这个本尊下降到坛城，坛城下降到师尊，啊，师尊拿着这个灌顶幡给大家算，这是知慧本尊下降到坛城，坛城本尊下降到师尊，师尊再以灌顶法器给大家灌顶，这个才是一个法流，真实法流的灌顶。今天我如果没有招请大日如来毗卢遮那佛下降，然后我给大家灌大日如来毗卢遮那佛，这就是偷了如来的法，手受灌顶不像。我招请哪一尊就灌顶哪一尊，手灌顶的就有效，没有招请的一次灌108顶，那要招请108尊，咒语念的108尊的咒语，所有的同仁要结108尊的手印，要观想108尊的观想，这样子的灌顶才有效。所以灌顶如果没有招请那一尊，你灌那个顶，变成道化罪。就是强盗，所以偷盗啊，我先讲外偷盗啊。今天呢，你看呢、啊，在这里有一件啊，这个禅衣，他们穿的禅衣啊，这个莲林上师穿的禅衣啊，就脱下来啊，就放在他的办公桌啊，就有人一进去，哎。是人民上师穿过上师的戒衣，我就摸了就走，回家他也穿了上师的戒衣，这个就是偷盗啊！你们捡到了钱，如果是说哎没有人看到，我就拿去用，这个也算偷。
你呀，如果在这个骑走路的时候，有人从后面来骑摩托车抢了你的钱，这个就叫盗。所谓怪的形象，偷盗非常多，小偷也非常多。啊，大家晓得的，来，你们这里有没有小偷？我不是讲你们这里，外面，外面有没有小偷？啊，有人被偷过东西吗？被偷的举手一下。哦，还是有人被偷。你喜欢被偷吗？啊，不喜欢。你喜欢被那个强盗从后面来先抢了钱吗？啊，不喜欢。这个我在经验上是讲，自他不法。你既然不喜欢被偷、被盗，你就不可以偷盗。非常严的，这个有一位啊，这个喇嘛就是在讲藏地喇嘛，那么施主供养今天的晚餐，今天的晚餐，那么今天晚餐呢很丰富，那么施主的钱他就留下来。等他意思是讲，等明天、后天，这个大家菜比较少的时候，再加进去供养，这个还可以。但是他忘了，这位喇嘛就下命令了，原因只在偷了师傅的钱，所以戒律非常的严啊，不是自己的东西。不拖不到，那么有一个笑话是这样子，就是有一天呢、啊，有一个小偷啊，这个一直爬到人家的那个窗子外面，啊，蹲在那里等那个主人。睡着，那主人夫妇啊，就睡的时候啊，这个窗子突然间，风吹过去，窗子打开，这个男主人就讲说：“哎，我们上床这个睡觉的时候啊，这个门窗没有关好。”那个女主人就讲说：“可能有小偷。”这时候，这个小偷就站起来，不是我推开的，是风吹来的，是风吹开的，不是我，绝对不是我。还是有小偷，对。所以这人间呐、啊，有形有相的偷盗不可以做，尤其是偷三宝的东西。偷三宝，哎，看那个小佛像，前面那个白色的佛像，非常的庄严，看得很喜欢。等一下上会的时候啊，大家有一些外地来，所以来看一下坛城，大日如来坛城，看，伸手。什么来钱呢？你有没有看到？他说：“反正这个是供养的嘛，我一起要供养他。不行的，偷三宝之物，下金刚地。不能以为说我偷了也是供养，放在庙是供养，同样就是供养，你就偷了，不可以，劫不能偷。像我母亲呢、啊，本来有几颗舍利子。”就放在西亚旁边暂时，不知道如何，居然没有了。难道舍利子会飞走吗？有可能的、啊。
是我母亲把他收走，只能这样子想。不能拿我母亲的舍利子，那是犯偷盗罪。我问一下主持，何为上师？我母亲的那个舍利子还在吗？应该还在攀枝上。啊？攀枝上面。攀枝上面，从底下移到上面去了。刚开始在下面。他现在移到上面去了，很多年前移到上面去了，还在。我没检查。啊，你没有稽查？阿弥陀佛。都有哎，这边都有，还在。哦，还在啊，那还在好了，他自己飞上去。啊，那不算偷盗罪。偷三宝，偷舍利子。偷狮子的供养，然后我讲过一个笑话，我们这个中国做的是阿谢林，很可爱。他是怎么样的？我以前在做实力增加法会，已经勾起一股想象。这个有很多上师啊，代表师尊。到世界各地去弘法，到世界各地去弘法。那么有时候师祖就讲说，这个上师将来一定会见到师尊，那就包一包供养上师阿阇黎，然后一包供养根本上师啊，供养莲生活佛，这一包供养莲生活佛，拜托你带回去啊，我们供养师尊。那很多的上师出去弘法，大部分有些弟子就把供养师尊的供养就交给了上师带回来给我。这个上师啊，到处去弘法，但是始终啊，他也没有回来。这供养啊，出去14年，从来没有回来。这个他。人家给的那个师尊的供养，他也忘掉到底是哪一包书，哪一包不是了，良心不安啊！总是我们上师都是有良心的，良心他也会不安啊，对不对？说这个人家供养师尊怎么办？说没有关系，反正师尊无所不在，那无所不在，我把这个 money 啊，供养金啊。往上面丢，师尊就会拿走。师尊没有不想拿的，他就掉下来了，是吧？这个不行啊，这个是不对的。无形的你供养无形，师尊拿走。你供养有形，也要把有形的东西拿到师尊面前，这个才不是。托三宝之物供养师尊的啊，马马虎虎啦，啊，画个签，师尊会认得签签的。这个签签画得很小，画得很大，啊，他在家里画一个签签，他跟师尊这样子讲，师尊啊，这样子，人家供养你的，因为我有很多人没有见过师尊。那么人家供养的放我这里，这样子好。如果师尊你要给我，这个钱一丢啊，就在签子里面；如果丢在外面的，表示师尊要。就是他签子挂得很大，他丢的全部都在签子里面。这也是犯了偷盗罪的。不是讲哪一个上师个人多，我们这里的都是很有善念的，很有善根的，有善心的，也有很久没有来见师尊的，师尊都忘了，他突然间出现的时候会忘了，你是哪里来的上师？师尊年纪大了，70了。
啊，快七十了，快七十了，年纪大了，这个健忘症，啊，怎么会有出来这个上司？我怎么不知道？那有啦，有些是有共的，一年见面一次，给100块美金的有，很多。也谢谢大家，100块虽然是不是很多啦，但是也不错啦。他知道供养师尊一件很难得。师尊，我不是讲你们。师尊，刚刚那个宣德法师讲说，像人家是那个什么舍利子是不见舍利挂在。哦，贤人法师他讲。我妈妈的舍利子确实被人家拖到，但舍利花还在，舍利花还在，舍利子已经没有，这个是拖到罪。还有一种拖到罪，我不是讲了吗？你没有学到这个法，你灌顶这个法，你没有招请到本尊下降，你灌顶这个法。事实上，在皈密教皈依上也是不稀可，不足法。但是因为这个上师本身阿谢雷，他懂得仪轨，他用了他的心力去招请这个本尊下降，用了心力去招请。他不知道本尊有来没有来，这个是无法的，因为上师阿且他的修行也不一定能够成就到能够知道本尊下降，所以阿且分为很多种，就是最初的阿且金刚阿阇黎，大金刚阿阇黎，大慈明金刚阿阇黎，四种阿阇黎。到了第四种，不管你怎么供养，哪东西供养，你在供养的时候啊，你是匆匆忙忙的，你就开始供养了，供养上师、三宝。佛法僧供养上师，佛法僧供养上供四性，下供六道众生。因为你肚子饿了，很急，很急，没有专心的在供养，你没有仔细的一一观想供养，你就吃了，也犯了拖道罪。密教的拖道罪严格到什么程度？你每天都有化食，你今天懒了，我今天不化食，我急忙不出去的时候，今天不化食了，犯了拖道罪。我今天平时我有修法，但是我旅行在外，在后天我不修法，在飞机上我不修法，犯拖道罪。哦，密教的规矩啊，你想，你以为拖道罪很简单？我不偷人家东西，我没有犯拖道罪。错了，你是密教的弟子，你今天没有修法，就犯了拖道罪。更加严格的，你的今天的气呀、不足，脉也不通，那么明年你也斗输，你也犯了拖道罪。
这个修灭法的，你修灭法的，你没有修气，你没有修明点，你没有修慢，没有修着火，也犯了偷盗罪。严格到这种程度啊，我不讲啊，你们不知道，这讲呢、啊，你们才知道哦。原来我犯了偷盗罪那么多，赶快忏悔还净华。那你们今天来净华，你们有没有修华？你们呢有没有这个念大日如来的咒啊？嗡边扎达如幡阿吽那吽喀，你们有没有念啊？你们懂不懂手印啊？一个是说法印，一个是五十印。你们有刚刚啊，在修法当中有没有观想大日如来啊？啊，大家在修法的时候，我没有观想大日如来，反正不知道，我不观想大日如来，我没有观想，犯了偷盗罪，你有没有结大日如来手印？没有，犯了偷盗罪。刚刚在念咒的时候，你有没有跟着念？没有念，犯了偷盗罪。哦，你要非常严格的，因为这个是寄生成佛之法，有外面的偷盗，有里面的偷盗，三宝之物你千万不能拿，一拿。就是偷盗罪，很严重的罪。你修法没有修，就是偷了如来叫你修行的法，你偷了修行的时光。哎，好讲讲我，是不是很严重？我告诉你哦。好，还有一条罪，师尊在这里说法，方圆几公里之内，啊，有师尊啊，我很忙啊，我今天啊，刚好跟人家约着要签约啊，刚好就是这个时间啊，我没有办法去这个。白莲大师就嘛，不能去听师尊说法。你是不是师尊的弟子啊？你如果是师尊的弟子，就犯了亲夫罪。亲夫罪，第一个，你亲视师尊来这里说法；夫，你疏忽了这个法，也是偷盗罪。何况是法师啊，教授师、上师，何况啊，师尊教了很多的法，哎，有一个上师呢，这个自从封了上师以后，他就没有见过上师。都没有见过是多少年了，差不多20年都没有见过，他没有受过什么饭，得了上师位以后，但上师哪些年，他只帮人家看风水，只有一天到晚帮人看风水，从来没有修法，也没有受过灌顶，什么咒也不会。有一次我在香港见到他，我说哎，你就念大悲的金刚咒给我听吧。他站起来说：“我不会。”啊？你是金刚阿些嘞？
你没有受过大外的金刚灌顶吗？没有，我是20年后才来看到师尊。那你先平时在做什么？我在看风水。天哪，那还是密教弟子吗？他是学武术、看风水、拜师就可以了，不必当金刚那些人。他偷了20年的秘法，密教金刚阿塞雷偷了20年的名字，下金刚地狱，没有话可以讲。所以法师、上师、教授师就非常的严格。非常严格，密教的规矩更加的严厉。我今天不讲你不知道，今天一讲你知道了，从此就要信受奉行。那师尊大大天人城还有金刚界上师有一个同门住在附近而已，从那一天来带小孩啊，跟小孩子讲好的啊，要去磨啊，要很忙啊，带着小孩啊，他不能来听话，他住在那个金刚界上师的附近而已，他没有办法去听话，就犯了轻浮罪，就犯了轻视跟。这个轻浮啊，轻浮罪说法，而且拖到了这个清华的时间，你看拖延了。所以哦，大家听了我讲这个拖到罪以后啊，统统皈依证书拿回来，烧了，我不敢皈依。这么严呢？五戒哦。那昨天讲是不杀生的戒，今天讲不偷盗的戒。你以为啊，你没有去偷人家的这个太阳眼镜，到了商店去偷太阳眼镜啊？你以为啊，这个去买一包东西啊，你会多买一包啊？我从来不做这种事情。你们也从来不会做这种事情，以为这样就是不犯拖盗罪，错了。我们常常犯拖了修行的时间，应该修行的时间你就拖了，就已经犯了拖盗罪。我听说嘛，也有上师出去外面给人家灌顶，师尊才传了一个月，他就开始了，哇，这个给人家灌这个宝，这个一个月他是不是每一天都修到已经相应了？没有相应，你也要懂得仪轨，真正用心去招请，才不犯多道罪。随随便便，师尊跟你今天给你换点，你明天就给别人换点，就是拖到这。还有师尊从来没有给人家说试换扎眼软换点。那有一个师尊的弟子还是照在家的，他跟大家讲，你师尊交代我给你们做大眼软换点试换。试灌大圆满灌顶，就表示你已经成为大日如来，或者是五方五佛了，还有八大菩萨，你已经证明你是五方五佛八大菩萨，你已经是金刚萨埵。这个灌顶还没有给人家灌过，既然一个在家居士什么灌顶都没有灌过，他讲师尊交代他给大家灌第四层的灌顶，
大圆满，好多同门都被他骗。这位是属于这个诈骗集团的真佛宗密教弟子，那是犯了偷盗罪。所以你想想看，偷盗罪严不严厉？你再这样子想一想，我还没有讲哦。你再用此以此类推，不是你的，你犯了。修内密的弟子，二观以上的弟子，你要修无漏，修到正明道无漏，你有漏了，就是被偷了。都是很严格的，啊，非常重要。今天讲出来，很严格，这不是开玩笑的。也不是讲这个刚刚讲的这个爬升肛门，都不是，这不是笑话，只是讲偷盗罪，不是讲笑话，是讲真实的。你以为哦，师尊讲的是笑话，我回去以后照样来过我的这个。过我的这个日子，你用简单的修法可以，只要你修，每天啊，所谓有广中律，密教有所谓广法。什么叫广法？一至六十都在修法，称为广法。什么叫中法？中法一日四时四做法，或者中法。什么是列法？一日修一回叫做列法，那是方便大家做生意。你一天至少要修一回，要观想你的本尊，要持本尊咒，要向本尊礼拜。要解本尊的手印，要入本尊的上面印，这个简单的修法，向本尊礼拜、上香、献供、观想本尊，解他的手印，入他的上面印，持他的咒，这个就是念法，一天至少要一次。啊，师尊本身观想本尊呐、啊，一天呐、啊、无数次，我只要加持你，我一定观想的，观想本尊住我的点，进入我的身体，我变化成为本尊，我才可以给你摩顶，给你加持，才可以给你灌顶。如果不停止做上师阿些林或者教授师给人家加持，你没有观想自己是本尊，都已经犯了戒了。很严格的，还有很多犯戒的。这个今天讲周道就可以了。我们这个法是绝对可以成就的，而且是当然成就的。密教的法，你只要守密教的戒律，就会成就。你如果忘失戒律，不作恢维，绝对不能成就，而且要下品，金刚第一。
很严格的。哎，有一个人呢，养了一只只会讲单狼的这个鹦鹉，讲鹦鹉只会讲单狼，于是他决定把它卖掉，就有人来买鹦鹉。那么你的鹦鹉多少钱呢？就买的人就问，就卖一个讲1000块，我这只鹦鹉要卖1000块。为什么这么贵啊？卖主就讲，鹦鹉，我这一只鹦鹉是很聪明。于是，在买的那个人就问那个鹦鹉，鹦鹉，你聪明吗？就鹦鹉就回答，当然。这个买主啊，于是就买下了鹦鹉。等他发现这只鹦鹉只会说当然的时候，他很生气的讲，只有傻瓜才会买这样1000块钱这样子的鹦鹉。那个鹦鹉就回答当然。我今天跟大家讲哦，这个当然两个字不容易耶。我讲当然成就，你必须要守五戒。这个五戒跟一般的显教的五戒大不一样，不大一样，不一样大，一样不大。不同的显教的五戒很好守啊，我只要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两舌，不邪淫，不饮酒，我就守了五戒。没有想到密教的五戒更严，它有外面也有内在，你都不能偷盗。很准的，你不守戒绝对下金刚弟子，你守戒当然成就。这个考试以前啊，这个、阿杰啊为了求好的兆头，早餐准备吃一根油条两个鸡蛋100分的、啊、他以为吃一根油条两个鸡蛋就100分的、啊、他去考试，谁知道呢，打开第一个鸡蛋，哎，是里面两个蛋。他想一想，哎呀，两个蛋，既然两个蛋了，加一个油条，大概就是100分了。剩下另外那个蛋就不要打开，对不对？结果成绩公布啊，这个阿杰大笑。好准啊，为什么？众人一看18分，有两个蛋在一起，两个蛋在一起，互相油条18分啊，真准啊！我告诉你，师尊讲的也真准，戒律一定要守。不可以随随便便，你要得到好的兆头，就要先守戒。那当初的时候啊，师尊没有把戒讲清楚，你们大家很高兴，哎，皈依好啊，这个填个表啊，皈依就受了五戒啊，好啊，很简单啊，守五戒太简单了啦。啊，不杀生啊，不偷盗啊，不邪淫啊，不两舌啊，不饮酒，这就可以了，没问题，这个绝对守得住的。其实也不容易守，真的随随便便也不容易守。
就算让外面的显家要守这五戒也蛮难的，也蛮不难的，所以我们密教更加的难，很准的，你不守戒绝对没有办法修持成就，没有办法下定力。师尊讲的不是空话啊！有一位老板讲，下个月给你加薪，他的部下就讲，你去年这个时候也说过这样子的话，老板就讲，那是为了考验你。部下就讲，那这一次是不是考验呢？老板就讲，聪明啊，这次给你收税。还是没有加薪，但是师尊讲的，你只要守戒，无形的活菩萨都看得见，你的本尊都看得见，你的护法也看得见，你的本尊护法三根本都看得见，这个时候你要求什么他就给你什么，你不用要求，你心里想他也会给你。如果你不守这个戒律，就很难讲，很难讲。我今天讲的这个话，恐怕传出去以后，很多的同门都会把皈依证书给他寄回来。因为这个修行太难了，哎，师尊也想到有一天，师尊到某一个雷大师去说法，只有一个人坐在台上，底下都没有人。上师们，这个教授师们、法师们，他们也都不来，因为太难了，你们信基督教去。信基督教比较容易，修这个密法太难。会不会有这个事情发生？不会。不会啊！我再讲解下去了，恐怕大家都走光了，没人听了。有一个男歌星啊，走上舞台。观众席上只有一个妇女，只有一个人在听他唱歌，他镇定地说，今天我只为你唱歌。这个妇女就讲，请你唱得快一点，因为我还要清洁场地。天哪，师尊有一天当然也是进行灌顶啊，灌顶帮拉起来，没有一个人走过去，因为大家怕到师尊讲戒，师尊一讲戒很严格的，难戏啊，怎么办呢？没有人敢来，讲不听了不知道，听了就知道，你听了以后就不敢随便皈依，也不敢随便当金刚那些人，不敢当法师，不敢出家，会不会？不会。声音很小。不会。因为人难免有错，
我知道人难免有错，所以佛本身呢、啊，在密教里面的修行，他所谓的大礼拜法、大供养法、发菩提心的法、四无量心的法，还有接着就是一个忏悔法。你觉得今天你错了什么，你就忏悔，一直修忏悔。佛菩萨显现他的金身来给你磨你，上师显现出来给你磨你，这个根本上师显现给你磨你，金刚上斗显现给你磨你，表示他已经同意你忏悔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就变成清净的王圣，没有罪，清净的国圣，所有一切的业障通通不消除。所以我们每一天呢、啊，都要修忏悔法。为什么要修忏悔法？很重要，难免不知道你犯了错，所以每一天都有忏悔法。你看修一整堂法下来，大礼拜、大供养、四皈依、四无量心、忏悔法，这个是最主要的，一定要修。那你修了忏悔法，每天都修忏悔法，每天做错的事情就今天忏悔，今天把它结束掉，还是有解脱的方法。不是说哦不犯了，糟糕，一定下金刚经，不是，而是你只要能够真实的忏悔，发心的忏悔，忏由心起，将心忏，是你心里发起来，你不对，你就把你的心去拿去忏悔，用真正用心的忏悔，能够百年后衣啊，百年污秽的衣服一扫得灭，便得到清净。所以佛教我们讲啊，这个所谓这个立地成佛，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，就是忏悔。你真正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，你只要真实的忏悔，用心的忏悔，你的皈依证书就不用退。你虽然犯了百年的错误，百年的这个衣服已经百年没有洗了，一朝得业，一朝你洗了这件衣服，第二天一晒干，马上它就变成清净的衣服。一百年没有洗的衣服很脏，你今天把它洗了，忏悔，真心的把它洗了，它就变成清净。所以佛菩萨有所谓很多的解脱戒，特别解脱的方法，开解的方法，能够有开解的方法，才能够消除种种本身因为不守五戒，跟所有密教戒、显教戒、四十八五十戒，包括了十四根本大戒，还有十七戒、二十七戒，这个两百戒、两百五十戒，种种的戒律，你都能够因为有解脱的关系，把它解脱、清洗、忏悔干净。所以，啊，这个信仰佛法。我也是有慈悲心，有慈悲的，因为菩提心、出离心、
跟正见非常的重要，所以佛本身有慈悲，所以他也要救度六道的众生，所以设下了这么好的忏悔。所以呢，这个大家有患的也不用紧张，那个应该还钱的就还钱，应该还债的就还债，啊，应给人家拖的就还，啊，给人家抢了就拿去还。佛教徒不应该这样子做的。另外，你拖了如来的法呢，也要还，也要还，真正去求师尊点引。啊，或者上师面前忏悔，那么给大家摸底，就解除了这一场罪。那么今天灌顶这个经开两部，大日如来给大家做灌顶，也跟大家以大日如来的光明，过去不知道介意的。从今以后，还你们一切的清净。